天我要特别听到男生的声音，男生声音。好石头，好，我就来点一个雄壮威武的男生。我好激动！哎，先冷静。哎，你先冷静，你先冷静一下，冷静冷静一下。好，来，马上。哎，是我，你怎么了？我是鸭子哥，你认识我吗？你叫鸭子哥吗？对，鸭子哥就是你呀。对，我不知道哎，不好意思，不要再调戏鸭子哥了。马上，鸭子哥这一辈子跟定你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结婚了哈。等一下，我想听到全场跟着我们一起啊、哦！对，美，对，美，对，美。所以今天我要特别听到男生的声音，男生声音。你好，石头。好，我就来点一个雄壮威武的男生。他说他从新加坡开始，陪着你们一路跑巡回，香港、北京、深圳、太原、武汉、成都，我们一起走过了千山万水。Wow. 谢谢这位朋友。你好，我好激动。哎，先冷静。你先冷静，冷静一下，冷静冷静一下。深呼吸，来，我们一起来，吸气，吐气。好 ，OK， 好，来。马上。哎，是我，你怎么了？我是鸭子哥，你认识我吗？你知道他吗？你做了什么事，玛莎？你叫鸭子哥吗？对，鸭子哥就是你呀、啊。对，我不知道哎，不好意思。上海金山的那时候，哎，上海金山的时候，对，怎么样？怎么了？点我那个永远的永远。哦，你点过他哦，你就是那个鸭子哥，上海金山那个点永远的永远的鸭子哥，马上，你想我再回去想一想是谁，谢谢。你明明就想不起来，不完整。因为我爱这孤独，因为自己不会迷路，因为自己更自己，再不用谁照顾。因为我爱着孤独，却又崩溃的无助，谁能让我拥抱着静静的哭？让我唯一的朋友不是老鼠。谢谢金山的鸭子哥，谢谢鸭子哥，鸭子哥，鸭子哥先冷静。好吗？好吗？我很担心你这样下去，等一下那个过嗨，然后就缺氧。我们后面还有很多歌呢，不要再调戏鸭子哥了。马上，鸭子哥这一辈子跟定你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结婚了哈。我来点一个没有做那个点歌牌的，对对对，就是你，但不是要找你。你旁边拿着手机的那一个，整人，整人呐，男生，男生吗？对对，男生，戴眼镜，戴眼镜的男生，一脸惊讶的，就是你，我，是你，是，就是第二排，第二排，是男生，你是男生对不对？
对对，可怕吗？五月天演唱会很可怕吗？你是男生对吧？对，我是我是。对，我刚说男生。对对对对对。我不敢想啊。哦，真的吗？不敢想吗？但没关系，你不敢想，我们帮你想。今天第一次看五月天的演唱会吗？不是不是。看看第几次？五二五已经看了有20场了。哇，那请问你有没有想要点什么歌？我能先说两句吗？啊，那可以，两句哦，两句哦，我们会算。因为是这个样子，我从谢谢谢谢两句了，没有这样一句而已，他现在逗号而已，还有一句，对不起，因为我姐姐特别喜欢你们，然后当时她就要求我去学唱《夜访吸血鬼》。前几年她也不看五月天的演唱会，因为她也有自己的事情，但是我就接棒过来，就是继承她来看五月天的演唱会。那个用词要小心，就是姐姐还很健康，不要说继承好吗？对对对对。姐姐觉得你唱歌特别好听，所以希望你学，对不对？她觉得我很难听，让我不要再唱了。那今天是不是就来点这个？你想要试试看吗？你没有想要点《夜访吸血鬼》？对对对，但你想要点我其实一直很想听《麦来乱》。一起来。想跟你讲，你有我思量，讲再好希望。想跟你讲，你爱我，心肝破肝，我都说吧。来乱，无会乱，卖搞来乱，去爱别人。来乱，无会乱，卖搞来乱，去爱别人。谢谢谢谢。刚才他提到一个重点，后来你姐姐不看五月天了，一个是啊工作或家庭太忙了，另外一个。是姐姐爬墙的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姐姐是不是喜欢周杰伦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姐姐最喜欢五月天。不管姐姐喜欢谁，总而言之是姐姐带你进入五月天的世界，加入五月天，永远不会太迟。谢谢，欢迎你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谢谢，也帮我们谢谢你的姐姐，谢谢。也祝他工作、家庭、生活一切顺利平安，谢谢你。